奔跑吧沈阳录制上班，周深今天粉粉嘟。周深昨天到达沈阳，沈阳人们这么热情的吗？机场都被挤爆了，没办法，周深实在是太火了，小小一只真的要被挤飞了。幸好身边有几个壮汉保护着周深，一直说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，这人也太多了。都知道周深今天去沈阳路跑男，沈阳的生命已经把横幅挂好了，周深今天是粉色元气小太阳，录制顺顺利利，拍宣传照。先生好帅啊！求求你了！对，我们让咕噜再把镜头摇近一点。我们在直播，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哎，刚刚是我喊的那么大声，先生好帅。Hello， 拜拜，拜拜。5月20日已经结束了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，上海站的周深再次登上热搜。热搜词条是“周深520和爱自己更配”。原来5月20日，周深马不停蹄地赶到沈阳，并马上发了一条520的微博，说：“小满很配小美满。”520和会爱自己的你更配，并上传了一段自己演唱会演唱小美满的片段。这是周深送给大家的520礼物，送给的是会爱自己的你。正如演唱会上他说，闭上眼睛默默地许一个愿望，但是这个愿望必须是关于自己。他真的一直在用行动告诉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要更关注自己。米子们，你们做到了吗？就会快乐大于零。所以现在无论你年纪大小，无论你是自己年轻的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安稳化。我们现在把眼睛闭上，默默许一个愿望好吗？答应我，大家闭上眼睛，默默许一个愿望，想好那个愿望，但是你们要有一个要求，那个愿望必须是关于自己的，就像这个小美满。粉丝说，前两天发的大合照没有点原图，脸都看不清了。周深看到后马上在超话重新发了大合照，发了6张，每场3张，并且还标上了日期。发的小美满视频也是2天的片段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偏心。想起另外一个暖心的地方，19号那天连线了跑男的点歌环节，都以为现场没有粉丝点歌环节了，没想到周深依然保留了粉丝点歌环节，给粉丝的就是给粉丝的，别的都替代不了，就真的处处都特别用心。还有就是放跑男 VCR 的时候，也一直在跟现场的粉丝说话聊天。我称呼你。猫，猫，猫，喵。等一下啊，配合一下，来3、2、1。宝。
等一下，我说，你听清了他，包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要弄清楚你的名字，好难，你好神秘。好，你要准备用你最大的声音喊出“少管我”，配合我们姿势。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好，用最大的声音哦，配合姿势。嘿，少管我，三二一。非常完美。好，我们来下一个，再加一个，全场五。放大一个，就是你啦！他也是在那边，你在哪里？好，怎么最难的题目来了？怎么称呼你？人？好巧，我也是人。你从哪里来的？你从这里来的。谢谢你。好了，喊出最大的声音哦，三二一。非常棒，我喜欢这个。我们全场再来一次，三二一。嘿，小王。另外，周深又一首情歌来了，由周深献唱的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结缘之歌》片尾曲《一赏》将于5月23日上线，大家记得收听哦。最后还有好消息，周深2024全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上篇歌曲在 QQ 音乐飙升榜、潮流巅峰榜、有你榜纷纷登顶，全部位居 TOP 10畅销专辑榜 TOP 1，上线2天已经进入 QQ 音乐专辑畅销总榜的第10名了。年榜、月榜、日榜都是第一，高质量专辑首首精品。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圆满结束，新专辑上线解锁上篇，这可以说是周深音乐之路的全新起点。为此，华纳音乐北京在520这天发布了标题为周深携手华纳音乐发布全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，唱响音乐创新风潮的文章。文章说，这张专辑标志着周深音乐之路的全新起点，因为华纳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创新尝试注入了全新活力。此次新专辑的发布将开启周深音乐事业的崭新10年，也预示着他在音乐版图上的进一步拓展。还特意提到，少管我是周深亲自参与原创的，展示了周深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与灵感。文章全文大家可以去华纳音乐北京官微看一下。还说周深选择在演唱会上全球首唱新专辑，歌曲不仅是一种市场行为，更是周深对歌迷的感激之情的表达。只要一觉醒来。